永春半岛的生态旅游真兴，有一群冰口袋森林系学生对老师伫社区推撒生态，毕业了后，佮成立永山生态甲永春十一个社区，做伙规划在地有特色的生态旅游。来到永春，第一印象是海上活动，是人吵吵吵的垦丁街啊。但是大家敢知影，永春半岛有九种生态系，而且有松林、有草埔，也佮有沙漠生态系等等。嘛，因为这丰富的自然资源，2006年开始，垦管处积极推动生态旅游，即马已经有十一个当地社区加入保育经济的行列。其实很多游客是以前他们可能来永春。他只是为了去海滩嘛，那可能慢慢的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他们来到这地方，他们可以去，也可以走入自然。屏东科技大学松林系的陈美惠教授，2006年带一群学生投入生态旅游的辅导和推广，毕业了后，林志远和这同学成立第三生态，和永续生态理念继续成做地方共识。但是生态旅游不是简单为着保育和创造收入，嘛要照顾在地居民的生活。生态旅游的精神就是讲，你的收入内底，你一定要提拨一部分。那社区有这笔费用的时阵，伊就会让去做介济对社区有利的，比如讲关怀基点，就是一项。做人的永春半岛是旅游的大国，但是若到小国收入就无稳定，这嘛是少年家离乡种工课的原因。不过生态旅游无分四季，全年通天拢有无同物件通欣赏，嘛希望生态游览的发展通吸引愈侪在地少年家回来家乡为地方发展出力。记者卢尚如、林建如，屏东县报道。